所以这辈子他还是像远洋渔业，他想要抢，结果他们还是被放在冷冻柜被骗了，而这样活活的濒死。所以各位，不要再吃鱼了，这个有业报的。佛陀的家族因为吃鱼，所有人都被杀掉。那我想动物众生是平等的，这一点要了解。我们那天有一位妈妈，小孩子被撞死，她来超度我们，帮她忙。原因是什么？我都帮她查了。她妈妈只想问我一句话：为什么那个司机会喝醉酒？我儿子又没做错，被他撞死，为什么？他儿子过去开车，故意撞死一只袋鼠，杀来吃。那袋鼠现在变司机，也撞死你，很可怕哦。一只袋鼠，如果是不小心撞死的，还好。故意撞死他，杀掉他来吃。听说澳洲被撞死的可以吃啊，故意的。那这个业报就会让他来到澳洲，然后又发生这个事情。所以我想各位了解啊，一只蛇也好，一只小老鼠，你都要跟他结善缘，要慈心不杀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愿，所有袋鼠啊，所有亡魂啊，不分六道众生，来一起跟我念，来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自皈依，当愿众生，父母祖先，流产胎儿，冤亲债主，同发菩提心，皈依佛，真心哦，我们皈依三宝啊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皈依佛，两足尊，皈依法。离欲尊、皈依僧、众中尊、皈依佛，不堕地狱；皈依法，不堕恶鬼；皈依僧，不堕畜生；皈依佛，愿发菩提心；皈依法，愿体证空性；皈依僧，愿圆满大悲。皈依佛境，皈依法境，皈依僧境，皈依佛境，皈依法境，皈依僧境，皈依佛境，皈依法境，皈依僧境。念他们的法号叫圣慈圣人慈悲，好不好啊？如果你没法号，你自己取吧。男生叫圣，底下一个字是你爸爸给你的，你叫陈正刚，那你就叫圣正或圣刚。如果你是女生，上面一个字慈悲的慈，你叫陈月慧，看你要陈月还是陈慧。一个是佛菩萨的名字，一个是父母给我们的名字，好不好啊？那你就有法号了。也希望这个法号要给你的堕胎胎儿啊，如果你有两个圣一圣二，你就比较容易背；你有四个一二三四，那你一定要背下他们名字，你才懂得关心他，帮助他，所以希望他们都有一个法号。然后呢，现在带他们受戒，好不好啊？如果你想受，也顺便呐。五戒做得到就说可以，做不到就不要讲话就好了，惭愧。但是守一条戒也可以升天哎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骗人，不喝酒，这个是福报最大了。所以来。各位三宝弟子，以戒为师，学佛慈悲，保护所有众生。第一，不杀生戒，至少做到这一条，好不好啊？你现在还要吃鱼吃虾，不要买活的了，没办法了，买往生的，好不好？至少没有杀它了但是吃肉有一点因果了，不过比较容易忏悔了。所以第一条，学佛悲心不杀生。各位，不杀生的戒律能不能持？能就持哦。有些真的不讲话，好厉害。我看再问一次好了，多两个也好。所以各位来，第一条，不小心踩死的不算。故意那才算。但是至少不小心就跟他念个阿弥陀佛了。那故意就跟他结个缘，所以时间快到了，来第一条，尽行受乃至发愿敬畏来际，不杀害生命，不能自杀哦。
怀孕呢就把它生下来，好不好？所以来，不杀生的戒律能不能持？第二，保护众生的财产，不偷盗，不偷盗的戒律能不能持？第三，不邪淫，过去昨天的不算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对不起先生，不要对不起太太，不要婚前性行为，好不好？你持戒的才叫忏悔，这个业就可以消除了，就是不要对不起先生太太，不要破坏别人家庭或自己家庭。所以第三条，诸佛不淫欲，出家人学佛没有男女淫欲，但在家人不邪淫，就是不要对不起先生太太，所以乃至不要有婚前性行为。所以第三条，进行受不邪淫的戒律能不能持？第四，不妄语，不要用宗教欺骗，哦，我有神通啊，你给我钱，那个宗教欺骗不好啊，也不要有世间的欺骗。所以如果是善心的，可以保护对方而骗他，那个动机就对了，可以。如果是只是自私的而骗他，就叫妄语了。所以第四条，进行受不妄语的戒律能持佛。第五，不要喝酒，因为喝酒会乱性啊，最好不要抽烟啊，做烟供可以了，点个香去插在树下，让自己不要抽烟喝酒，这样最好。所以第五条，进行受不饮酒，不饮酒的戒律能不能持？第六，加一条，我到澳洲到现在没有吃过素食店，赶快介绍我哪里好吃啊？啊，我都没吃过嘞，啊，好像吃素很少，好可怜。大家集资开几家，啊，所以第六条能够不吃肉最好。你没办法天天做，至少初一十五，好不好啊？或一个月六天，或一个月十天，再没办法就吃早上了。你下辈子至少早上快乐，下午生病。你还有一半的快乐。所以第六条，学佛慈悲，不吃众生肉，包括不吃肉那天不能吃鸡蛋鸭蛋哦，母鸡鸭鸡很痛苦，那天最好现在少喝牛奶，母牛好痛苦，爱喝牛奶容易得乳癌，女人的乳癌都是因为过去做牛奶的买卖，爱喝牛奶让母牛痛苦，了解吗？如果你得乳癌了，不要喝牛奶，还把牛奶倒在大海啊，布施可以去救几只母牛，然后不要再骂，不要再抱怨，乳癌就不见了，很简单的道理啊。因为那个因就是因为过去，缘就是你爱抱怨压抑，你就会伤害到你自己啊。所以第六条，能够受了就受，哪怕一个送给我一个礼物，回去我还会说，哦，我去澳洲影响一个吃肉吃素了，又没白来啊。所以第六条，大家学佛大悲心，不吃众生肉，诸佛不吃众生肉啊。所以第六条，进行受不吃肉的戒律能不能吃？功德无量。好，时间到了，赶快，我现在要做一个施食给各位的父母祖先，好不好？身上冤亲债主堕胎胎儿这边的亡魂，念一下，嗡啊嗡，嗡啊嗡，嗡啊嗡。观想这边有牛奶，有稀饭，有面，供花，有水，这些祖先众生可以得到。那边准备很多食物，他们也可以得到。在观想。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放下遥控器，放心出门去，防疫新生活运动开始，去享受汗水，享受阳光，享受现场，享受真实，享受美食，享受安全，享受风烛，
享受无拘无束，享受日常如常。戴口罩，勤洗手，保持社交距离，防疫新生活运动，乐活防疫，健康生活。修行不是要花很多钱的，布施福报很大，持戒福报更大，忍辱功德福报更大。所以业障来了，逆境来了，我能够用悲心、菩提心，来承受、来转化、来想到众生苦，那你的功德更大。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喜欢抱怨，就算你现在在生病了。那我刚刚讲病是我的业啊，所以我好好忏悔啊，阿弥陀佛。然后病有一个怨我的众生啊，搞不好我杀掉了这么多，我向你们忏悔啊，阿弥你悲悯哄啊，大家一起成佛，我现在念阿弥陀佛这样。然后我这么痛苦，我才知道所有众生都有肉体的痛苦，跟这冤冤相报的，愿大家都离苦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整个医院都南无阿弥陀佛，整个世界都南无阿弥陀佛啊！愿大家将来都要成佛。重点，你这样一生病，就变成你最好的修行方法啊！这样你的冤亲债主就得到超度了。所以各位很重要啊！有时候你在念佛，你不要一个人念。比如说，各位今天来参加法会，我们法会有500个人，那你今天念佛的时候，你要想500人一起在念佛。我今天做功德是500人一起在点灯，500人一起在甘露施食。你已经参加过10场，明天我还要去新竹啊，明天是大日子，对不对？元宵节。你已经参加10场，一场有2000人，你要看到20000个人一起在放生，一起在修行，一起在烟供。我要把这个功德都回向给你，回向给你。你得到了这个功德。所以各位所做的善恶业，恶业不会消失，善业会不会消失？不会。而且这个善业你已经回向给法界众生，这个善业直到你成佛都还在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善业的功德都来回向那个苦难。所以逆境来了怎么修？所以福报跟业障一念之差，看你怎么修。但是不要被境界转掉了。当然各位有家庭比较困难，有些妈妈拜佛很客气啊，很客气客气，你让你困下面，我带你要不要困下面，你对自己人太随便了，了解吗？这样也不行啊。拜佛的目的就是要准备面对家人，好好的把它当作阿弥陀佛你要因为你的家人是跟你感情最密切的，你最容易随便起心动念，因为你对他付出很多，所以你对他要求更多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说啥，你跟我回家吃饭，说个破去就变成这样。我老婆过去卖水好了，卖水较没事，我说个破去我妈妈如果跟我爸爸吵架，我还跟你说因为不甘愿吗？不甘愿吗？对不对？就像那一天我讲了，七十几岁的老阿婆打死她80岁的老公，对不对？用衣啊给供啊洗啊，因为她很生气，一辈子的怨终于发出来了所以各位一定要要赶快转化。不管碰到什么事情，我是学佛的，我是观音菩萨，你不能站在我的立场，我被你欺负，哪有我在被你欺负啊？一切都是我的业障我只是你帮我消消业而已啊。对，被骂是不是消业啊？消业啊！所以我想一个人修行要学慢慢的柔和，柔和降低自己，不要凸显自己处于下等的地位，故意要让自己这样，要把这个我消除掉我们要升华的是悲心、菩提心。